是高帅列车长的110年4月1号，瑞芳段，时间48分，很快就是5:64，将号二线开往花莲的新自动门局关号，在瑞芳段准备试行它。雨虹站归位了，5:64在瑞芳站直行号，停留好一下，开往花莲。开启车门，你好，驾驶你先放下，我去手航。哦，赞，你都没去，哎，我一哥哥，他到底有没有换班啊？你帮我看一下哦。我已经休息了。啊、他昨天晚班啊，他所以耍我，气死我！啊、我到看到他一定要骂死他，他死定了。你买几张啊？没有买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骂死他，我先叫到人家叫到他家去，结果去基隆，没有树林呐、啊，就已经有他的名单了。这不是基隆吗？这树林，我是这个，你帮我拿走。这不是基隆手环吗？这个，我是参加这个的、啊，对，不一样。啊，你这个不是基隆那个？不是，是啊，这是树林送的，搭成那个的。啊，基隆那个是做票。对啊，票啊，我没有买的。啊，你那个票。半个小时就秒杀光了，那多夸张啊！半个小时。那个票半小时用。对啊，8点开卖，8:30就没了。哇，傻眼外套哎、欸，我是傻眼，比李三要夸张哎，李三还至少快没有卖完。不是，我要跟你讲，我要被文玉哥也气死了。现在万一要叫人家给我去，让你给我去，真的被他气死。因为夜班，他昨天应该是夜班。不是、啊，他也可以啊，就冷一下，没差。对，少了夜间日呗，就赶紧搬呗。啊，谢谢安德了嘛。